肯定不打你，我保证不打你。 我跟你说，绝对的啊！哥们儿，未来两年就开始还贷款，省吃俭用。嗨，日子苦点没关系，主要的是要紧紧抓住理想，享受他对我浓浓崇拜的目光，你懂吗？对，丢掉他的两轮自行车，让他坐上我的四轮大汽车，好好的活出真正的自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心里面老头能把八块腹肌笑出来，把我举起来。 脖子上金燕翅，你信不信？我，爸爸，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您是不是一点都不美好？是不是？我当然不美好，骚扰他的最美好，你笑出来。 家的规定是，不刷卡，不贷款，有一分，花一分，赚多少，花多少，不自卑，不虚荣，努力工作，善良待人，我是谁？是我爸。我说的，全都对。你服吗？服，我都服。<笑>那么现在，和好了呀，我们不记仇，不记仇，不记仇，绝对不记仇。哦，哼。 这车真不错哎，你瞧瞧，多好看呐！我精挑细选啊，你想以后能接你送你，多好！<笑>哎，咱们开车出去兜一圈。行了，把车推给人家，能推吧？不能。你说怎么？有一分。 花一分，赚多少？不自卑，不虚荣，努力工作，善良待人。好久想起新篇章来临，注定铠甲属于你，荣耀之光与你同行。战鼓轰鸣，屏住了呼吸，夜幕遮住你的心。荣耀浴血下场之后的天际，下不灭。